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大川庄，现在要准备出发去大内宿。然后他们这一站啊，超可爱的，小小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猫站长，超可爱。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咖啡厅，旁边还有卖一些欧米亚给之类的。这里是不是有很多猫啊？他们都戴着那种站长的帽子，还有猫站长的娃娃哎、欸。大家看这里这么小的一个站，居然也有这个充电的 station 哎、欸，我觉得太酷了。这边还有写这个猫啊是为什么会在这边的。他说因为一名小学生在车里捡到了一只长得像狐狸的流浪猫，然后这只流浪猫呢经过小学生的细心照顾后就被送到了现在这个芦之木温泉车站，所以之后站长跟站务员就让他在这个车站里面住了下来。芦之木温泉，然后你们看这边有三只猫站长，好可爱哦，还有一个小油桶。这站的旁边有一个小鸟居，我们去看一下那里面有什么。叫汇金铁道神社，进去看一下，里面全部都是猫的照片耶，然后它的那个会马也都是猫的会马。猫穿这个衣服太好笑了。然后这边有超多招财猫耶。这台车好可爱哦，十周年的车哎，太可爱了这个车子。野上温泉这边旁边还有一个可以泡竹汤的地方，大家如果在等电车无聊的话就可以来泡竹汤，好舒服哦，这个非常的温暖。拍照一下，哎，脚好红哦。我们刚刚搭计程车过来大内宿这边，然后刚刚那个计程车司机超热心的跟我们介绍了这边非常多的历史哦，感觉他是真的很热爱这个地方。然后他刚刚还有给我们一个地图，介绍这边有名的一些吃的啊，然后他说今天天气很温暖，比较美滋拉细一点。我这边上次来嘛，但是我有拍影片，但是影片不小心被我删掉了，所以我才特别再来一次的。酱油团子来吃，老板还给我们茶喝。嗯，意外好吃哎。Hello， 台湾，台湾大好き。没人专用哎，大家看。
我们是美人吗？我们够格吗？我躺的。这位说他要用躺的，因为他最美，躺好躺满。在美人专用座位区，所以我是一个大美人。在用大内宿的那个24小时直播官网，我们现在这边有看到我们自己耶，那个电视台的塔就在那边。我们现在要爬上去展望台。嗨，天气超好。我们现在到可以吃葱烧把的地方，然后他们的葱烧把呢，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把葱当成筷子来吃面。啊，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是暖桌，但下面没有凹洞。对，下面没有凹洞，是要盘腿坐那种。里面有暖炉。哦，里面有暖炉。然后这个店内环境里面全部都是这种暖桌。哇，我们寿宝来了，超大一碗的。那这个呢，就是要当成筷子来食用它啦。哇，然后我们又点了这个鱼，看起来超好吃的。我们现在要来吃这个葱寿宝，然后又用这个葱来吃。哇，好紧张哦，不知道吃不吃得起来。好吃啊！它好吃，它有什么？葱味吗？它有葱味，然后顺了下来。那你喝喝看汤。哇，它比你的脸还要大两倍。它好咸。很超葱的，然后非常非常辣，我自己觉得。然后嘴巴一定要漱口。我们刚刚吃的就是这间叫三泽屋的寿吧，这间很好吃，很推荐。那我们现在准备要回东京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次的分享。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了，拜拜。哎、欸，我跟你讲，迪迪走超快的，迪迪在你后面。